这么晚不睡，是在等我吗？安娜呢，明天就要出院了，在她恢复之前，我可能要花些时间陪她。如果你觉得不放心，不行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提心吊胆一点，最好每天来公司陪我吃吃饭，还能顺便查查琴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油爆虾球、三黄鸡、红烧肉，还有醉蟹。醉蟹？你不会做呀？我不是不会做，是时间来不及了。光腌制就要6小时，家里又没有现成的螃蟹，如果明天中午就要吃的话，那我现在要赶紧想办法了。哎，没有醉蟹也没关系，毕竟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也不在醉蟹。在你。那当然，也不看是谁带大嫂跳的。郑然啊，你今天不去上班，那工厂的事这么耽搁着没问题吧？就是说啊，公司明明就很忙，我哥非要我留家里陪大嫂跳舞，说是算事假不算旷工。你哥呀，那是担心自己的太太练舞的时候啊被迪伦搂在怀里。姑姑，哎呀妈，那天啊西西在我这 pad 里面看见嘉欣和迪伦练舞的视频，当时那脸色唰就变了，跟那腌黄瓜颜色差不多。所以呢他今天特别交代我给他录视频发过去，说是要看看嘉欣那个舞练得怎么样啊，好不好啊。我看呢他是担心嘉欣练舞的舞伴是迪伦吧。太好了，今年年会上啊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着我的孙媳妇多有魅力，连我们家那冰块一样的蜥蜴都被融化了。奶奶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也时间到了，我先去给蜥蜴送饭了。好啊，光早饭和晚饭见个面是不够的，连中午都赶过去盯着他吃饭，这是个好办法。郑然，嗯，快开车送你嫂子去。哎，好嘞。